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三天三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眼睛会不会干啊？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我是在讲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我就是在想，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别他妈再跟我说什么眼睛干或他妈不干了，你听懂没？各位朋友安安，我是鲁特。今天呢，我们来玩奇尔这只角色哈。那我们今天走的路线呢，我们走一个打野的路线。好，那在一开局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先从蓝 buff 开始吃哈。那经过了前几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的，它有更新一点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一开始的野区经济变得比较高一点了，所以呢，我们在刷完一轮野怪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上四等的啦，而且经济还比以前还要高。好，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呢把野蓝给它收掉了之后呢，再把两只小野收掉了之后，赶快去吃红。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古墓已经英勇的先牺牲齁，也不知道是怎么往生的。那没关系，我们就赶紧的。奇尔啊，在一开始前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赶快上四等啊，因为奇尔有没有上四等真的差蛮多的，因为那个大招有无敌齁，而且又可以让它叠被动，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赶紧的上四等。那这一场呢，我带的奥义是荒芜精灵电巫。荒芜和电巫就是一个法师必备的啦，因为奇尔是一只法系的刺客嘛，就是他的技能都是魔法攻击的。那中间蓝色的部分我是带了精灵，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吃野怪的时候加一点攻速，那在资源的方面呢也可以变得更快一些。好，这边呢我们准备要来吃这只古龙，那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马家，不知道在逛什么东西，就这样把他，刚好他的血量也蛮低的啦，我们就这样把他杀了。那杀了之后呢，这时候敌方一定是在吃龙的啊。那果不其然，他们在吃龙。那我们因为灵帝一定在下面，因为灵帝把龙给他克掉了嘛，所以呢，我们就赶紧的抓个时间差来把他的红给他反掉，顺便把这只小野怪也把它吃掉之后呢，转来上路。这时候刚刚被我们杀掉的马家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我开了一个大绝，那马家呢，他的大绝也是有无敌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哇，很可惜，就是直接抵消了齁，浪费了我一个大绝。好，那打完刚才那一波之后呢，当然敌方的支援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果不其然，一堆人就直接往上路冲。那没关系，我们就打完那边，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打了，我们就赶紧的来发育一下。奇尔是一只比较偏向中后期的角色齁，在他，我们今天出的装备是一个魔法的打野，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啦，就是打野刀吧。然后呢，再出一把蓝色的那一个哦，出了双刀之后，我们怎么样就可以从南天门给他砍到蓬莱东路了啊？见谁打谁哈、哦。那这边因为我们前期古墓这边没有开大绝，如果古墓的大绝早点开的话，怎么样？我们说不定就可以把它全部收掉了。但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的大绝就是有无敌嘛，已经用掉了哈、哦，所以呢，很可惜，我们就这样死掉了。那这一场呢，因为灵帝一开始的头有点多齁，两颗头，所以呢在前期的时候我选择出了一个物防鞋来让他说诶、欸、避免说哇打我们非常痛，有没有？那这边我们在吃红的时候呢，对面的安奈特一直来干扰我们啊，没关系，我们就很稳稳的制裁，然后再把这只小野怪也给他克掉之后，可以看到呢我们的下路的外塔已经爆了齁。这时候看到灵帝在上面，所以呢怎么样打反方向，我们就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抓这个书。那这个书跑得非常快齁，一下就躲到塔里面了。那我们就先来把这只魔龙给它克掉，来补一点经济齁。那克掉了之后呢，这个书
不知道为什么又走出来了。那我按一个大绝，他已经往后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绝是在原地刷空气呀、啊？这是 bug 吗？还是下面挖沟？我嘛不知道，明明就有刷到书，但是我是在原地刷。好，那没关系。这时候敌方哇，老爷爷还有林地还有安奈特，从小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就是都过来哈。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把下路的外塔给他拆掉之后，准备过来抓一个安奈特。可是呢，他交了一个瞬移，那我们的书呢也冲上去。用普攻把他点死哈，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的来发育一波。这时候呢，比数来到了6-7哈，那人头数是只差一颗啦，但是呢，我们的塔怎么样，输了一座，我们上路还有下路的外塔怎么样都爆了哈，蓝好像也被反了啊，那没关系，看到蓝不见了怎么样，我们先去把红吃掉，看看等等会不会出。那奇尔啊，我觉得这只角色在出了那个魔法的打野道具跟那把蓝色的那一把有没有小刀啊、双刀有没有？出了这两把双刀之后，哇，非常的强啊！丢了一技能之后，有没有顺过去？那个普攻会非常的痛哦。那这时候呢，敌方四个人全部进来，那没关系，我们刚刚。第一招全部都有丢到啊，哇！那我们就再接一个第二招，然后开个大绝之后再接一个普攻，我们的瞬间输出是非常高的哈。那这时候呢，看到马家已经残血了，那被我们的书狙掉了，那抓到一个时间点，我们就来吃这只古龙。吃这只古龙之后呢，因为林地他也死掉了嘛，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来上路看有没有机会把这座外塔给他推掉。那刚刚讲到打野道具，还有那一把蓝色的刀嘛，那我觉得奇尔。在这一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呢，我们要把林地或是书给他抓掉，有没有？因为其实奇尔一套啊，在后期是非常痛的。只要我们刷到他，然后只要他的被动，他的身上有三层那个什么风什么印记的，我们给他普攻下去，触发的那个伤害非常高哈，绝对后排被我们那样一打，绝对是死掉啊。好，那这边呢，我们刚刚。把塔推掉之后呢，从蓝区一路洗过来红区，用最快的速度把野怪全部给它吃掉之后，这时候看到呢，不知道谁把龙给它拉出来，然后哇，那书在草丛里面狙我们。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躲在草丛里面，因为这时候我的血量其实已经蛮低了。原本想说要回家，但是呢，这时候林地冲出来开始打这条龙，哇，这算是一个他们失误。那结果这个安奈特又走这边，被我们叠到三层被动之后呢，丢了一个大绝。那他们死了两个人，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只龙给他克掉了。克掉之后呢，看到下路的兵线有点过来，所以呢，我们来把兵线清完之后，这时候我们的状态是非常残的，所以呢，我们就赶紧的回补一波。这时候比数来到了13-8，我们的战绩是4-13，算是一个还行的战绩，还不错的战绩哈。那玩奇尔的话呢，我觉得我会把他的攻击设定成最近单位，因为呢，奇尔是一只需要在会战里面叠出被动的一只角色。下面是叠被动，他的被动啊，就是每次技能只要放到敌人的话，一技去回会叠两层，然后二技呢顺过去会叠一层，只要有三层，我们再加一个普攻的话，我们就可以刷新我们的二技能。所以呢，如果真的很强的那种奇尔，有没有？就是你会看到他在会战里面怎么样，一直顺来顺去的、啊，永远都顺不停，因为那个被动一直触发。所以呢，我们把攻击设定调成最近单位呢，可以避免说我们在顺进去的时候怎么样，找不到东西打，要打，然后结果在那边抖，有没有？抖肩舞，就是那边抖来抖去的，然后普攻也普攻不下去，这样会导致说我们的二技能没办法重置。哦，所以我觉得玩奇尔比较重要的是，就是我会把它设成最近单位。跟莫拉一样，那大绝在释放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可以按久一点，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三角锥形的，然后来选择一个我们要放的话，我们就直接放林地丢它身上就对了。这时候看到小地图上，哇，全部人都在对面，全部人都在吃那个凯撒哈，那没关系，我们就赶紧，虽然我们的状态非常惨，但是呢，我们丢了一个大绝，然后把这只深渊魔龙克尔德给它吃掉了之后，记得要捡黑暗之士哈，常常没有捡，这次终于记得捡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的状态有点惨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打打野怪，因为这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出了一个小的吸血，就是黑棋，就是丢技能你会吸血哈，所以打个野怪我们可以回血。好，那刚刚打完野怪之后呢，哇，我们的诺可西抓到了马加哈，但是马加还有一个无敌，所以我们没办法把它收掉。这时候呢，诺可西一个人在吃古龙，果不其然，林地果然冲了上来，那我们就从下面丢了一个一技能，在二技能上去之后呢，把它收掉哈。这时候看到敌方有一个
红 buff， 我们就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把红 buff 给它反掉，再来顺便也把这只小野怪给它吃掉之后，只要每一轮啊，其实基本上只要它红出的时候，我们过去把它克掉怎么样？我们会多那两只的经济，而且对方会少那两只的经济，所以呢，敌方就会变得越来越穷啊。那这时候马加被诺可西在跟诺可西打架哈，那我们就冲过去给他一个一技能，再一个二技能。原本想说我们的伤害没有那么高的，本来是可以不用开大的，但是呢，怎么样，我们还是开大了。好，那没关系。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大绝的 CD 其实也不会很久，大概20秒而已吧。那奇尔的大绝啊，在会战里面是很重要的，要挑好时机放，有没有？不可以直接假设今天是辅助过来。真的，如果真的是只有辅助过来，确定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没有打完他之后我们就要退的话，当然可以放在他身上了。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辅助很明显就是来骗招的话，怎么样？我们就不要丢他身上啊，不然我们的大绝就浪费了哈。奇尔如果没有大绝，在会战里面基本上会很难打，非常的难打。那这边呢，我们走到草丛里面去做 poke 一下哈，丢一个一技能出去，哇，结果全部的招丢到我身上，非常的痛啊。那没关系，这个红出了，我们先不要露头，我们等灵帝准备要来吃这个红的时候呢，怎么样？丢出去给他一套，就是这时候我们就丢了一个一技能，再一个二技能出去，再接一个普攻，灵帝就直接死了，连大绝都不用开。结果呢，刚才把红吃掉的时候被狙瞄到，差点往生齁。那没关系，我们就来把这只灵鸟给他吃掉之后，怎么样？再刷一轮野怪。好，结果准备要刷野怪之前，看到古龙出了，那打古龙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啊，因为可以回血啊，我们的状态又这么惨，多了一个古龙的 buff， 我们就可以少回家一次齁。打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有没有掌握好时间，不要太浪费时间，回家就很浪费时间。虽然可以把血补满，但是在回家的这段期间我们就没有事做，就只能等待嘛，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基本上我们这时候我们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啊，我们比数来到19-11，我们的战绩是713，算是一个很猛的战绩啊。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拿了一个凯撒，有了天空巨龙之后呢，准备要来打最后一波会战了，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全部团灭。这时候呢，诺可西抓到了灵帝，我们先丢了一个一技能，再接一个普攻，他就这样往生了。那看到阿奈特交了一个瞬移之后呢，我们就跟着开了大绝一起瞬进去，然后呢，就在那个夹缝中求生存啊。最后呢，把马家还有老爷爷干掉了之后，拿到了5连杀，对方就这样投降认输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奇尔打野实战解说，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明天见咯，拜拜。